我是小胖达，今天我不去外送，我也没有去温室岛探险，那你们猜猜看我今天要做什么呢？那给大家一点提示哦，首先你会需要这个一台电脑，以及这个一颗视讯镜头，最后是这个一颗专注又认真的心。大家猜到了吗？没错，今天小胖达要来远距上课咯。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小胖达今天上的第一堂是什么课吧， Go Go！大家早安，第一堂是数学课，我们今天来复习之前学习过的数字一到九。等一下老师会抽同学上来帮我回答几个小问题哦。这里有三个动物，谁能帮我把它放回去对应的数字里呢？我来，这个我会，我看看哦。小鸡的话是四，天鹅的话是二，最后金鱼是九。胖达同学回答得非常好，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出进阶的题目来考考大家啦。嗨，各位同学，有看老师身旁的两列叠叠杯吗？接下来就要考考你们能不能把老师说的数字它相对应的东西帮我排出来哦。好，第一题呢，请问谁能帮我选出四个蛋糕？这题我来，我最爱吃蛋糕了。一个蛋糕，两个蛋糕，三个蛋糕，四个蛋糕。报告老师，这边是四个蛋糕。熊同学回答得非常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啦，大家回家也要记得复习上课的内容哦。下课。起立，立正。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同学。哇，好快就下课了，好想念同学和老师们哦。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小胖达的远距上课日记，大家下次再见喽，拜拜。